今天想赢多少啊？1000万。三遍，三遍，三遍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我又没有逼你。不管老千跟你们师父的死有没有关系，我们都一定要把他找出来问个明白。如果您真有本事，就把我们兄弟俩都杀了，否则我何贵荣也不会让你立足于澳门界。你们去摆平彭飞那帮人，把这个内鬼救出来。以前我没有赢过你，今天你一把也赢不了我。